好久不见。是啊，你最近好吗？非常想念你。我也是。对了，有个惊喜要给你啊。哦，是吗？ 老同学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原来要杀我们雷旅长的人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见过你。为什么杀我们雷旅长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 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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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长，马上过去增援，并通知警方，快点！留下两个人保护旅长，其他的跟我走。是是是。老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声而已，让这小子给跑了。老头啊，要我说，咱就按这条路，咱就追下去。这小毛贼他能跑哪儿去啊？他可不是什么小毛贼，有可能是职业杀手。杀手？对了，旅长怎么样？放心，旅长没事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从他身手来看，这事儿应该没那么简单。胆子够大的，找到特战队的头上来了。行吗？慢点。俊哥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好久不见。是啊，你最近好吗？非常想念你。我也是。对了，有个惊喜要给你啊。哦，是吗？老同学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原来要杀我们雷旅长的人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见过你。为什么杀我们雷旅长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！杀！杀！
参谋长，按照计划，在天黑前赶到A2区，立刻对部队进行部署。旅长放心，我已经通知下去。我考虑了一下，还是不能让侦察分队所有的战士触发侦查，让他们派人留守，与侦察分队用暗里联系，以中转的方式，把情报传到指挥部，以确保侦察分队侦查信息的真实性。是。旅长，这个办法。 这样既可以排除枭狼特战队情报侦查的破解与捕获，转移敌军的侦察目标，又可以确保信息的真实性。退一万步来说，就算是我们分队被盯上或者损失了，也可以确保情报的真实性。虽然会影响情报传递的效率，但这是唯一万全的办法了。对了，旅长，万一碰上枭狼，有作战计划吗？正要跟你商量这件事。 就在前面下吧，我会绕到公路等你们。车我也安排好，会跟着你们，断他们后路。好，你自己小心。是。保重，小心。 集合，集合！排长回来了，查过了吗？查过了，靠谱。旅部说了，今天晚上可能会打仗，所以大家把 CY 作战服带在身上，侦查完毕之后可直接进入战斗状态。是。这下我心里踏实多了，他枭狼就算长了三只眼也看不出来。这就叫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。 班长，这夜战啊，我还是喜欢和蝎子在一块儿。为什么？哼，因为他爱我。少来吧，还爱你。那是因为安全。屁！慢点啊。七分观察，三分狙。待的那是好听的，其实你就是个扛枪的。呦呦呦呦，你少臭美了啊！那是因为你黑，不会让我暴露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 就你俩人闹，啊！今天晚上把虎牙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！是。咋了？哎呀，班长，你说这是赵某这小子是不是动彩票了啊？耗家伙，今天晚上要回来，那头功不是他的了。羡慕了？哎呀，你教导的好啊！就你会说，快抓紧时间。哎呀，快快快！清点一下弹药啊！ 老三，衣服呢？啊。
唐总，收到马局里的消息，他们已经成功潜入敌人内部。狼头收到，30分钟之后点火，完毕。收到。何天高，瞎闹什么？咱们现在是等待导演部下达的命令。你这么做，现在不仅蒙蔽不了王狐狸，而且还会暴露我们。这个计划我们准备2个月了，你现在终止计划，是不是太古板了？报告，拦截了一条消息，一个代号为黄秀的向导演部发送指令，说肖狼内部矛盾，指挥混乱，备战毫无方向。10几分钟后，导演部一个代号为青鸟的回复，任职由职。我明白了，肖狼内部也潜伏着导调员，时刻向导演部进行汇报。消息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好。啥情况？没事没事。解放军同志，你们这次要干啥呢？不该问的别问。不是，我大老远帮你们把车租上，还开过来给你们送衣服，你们这啥意思嘛？没事没事，不用紧张。哎，我问你们，你们姓啥名谁？哪个村的？我叫李大庆。这是我们家老三李自强，我们住12里河。12里河？啊，那你们村支书叫什么？村支书是我们家三叔，大名叫李。哎呀，李学金，外号三嘴子，主人叫李学豪，快就叫李满仓。你还想知道啥呢？行了行了，给他们交代一下晚上怎么探路。走，其他人换衣服，你们跟我过来。你们两个的面包车沿着480省道一直往北走，我们会有2辆车跟在你们后边，到时候我们就用电话联系。给。嘿，还有手机发？哎，这用还不？等事办完了就给你们了。真的？好的好的。哎，那扣钱不？不扣钱。白给的。我们这个任务啊，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，也可能今天晚上就结束了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明白到底谁是敌人。幺六，到。刚才收到李部通知，必须要有人留下来，我决定让你留下来。是。什么情况？刚才来了3辆面包车，上了10几个人。刚走。好，你继续盯紧一点。申律，我知道有些话我不该问，但是我还是想知道，我们跟踪他们干什么？俊哥，你不要想太多了。他们有人看到我了，我不能受到任何威胁。俊哥，他们都是特种兵，出来执行任务都会带枪的。我们的目标不是他们。俊哥，你答应我，不要节外生枝好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我们是不是要对谁下手啊？今天晚上计划取消，其他人就别管了，赶紧去盯紧一点。好。
怎么办啊？猛虎里这帮人够精的，他们留了一个人当信息中转站，万一咱们不知道，用他们的通讯设备给猛虎里指挥部发送假消息，事儿就漏了。三九，我下去把那小子给办了。让我再想想。不用想了，他们的联络肯定是加密的。哎，你没发现那个排长一直躲躲藏藏的？就算咱们怀疑两个小时把他给破译了，实际也耽误了。侦查小队出来这么久，路上距离一算，他们就知道一定出问题了。让老马去吧。老马？你开玩笑呢吧？你没看那个兵五大三粗的？老马他打枪行，万一到时候真急眼了动起手来，老马他行吗？要不再问问狼头。副队长，别再犹豫了。哎，前面就是老马藏身地方，到时候我跟他调包，让他上来。我下去把那小子给办了，然后再跟你们会合。有把握吗？我这体格，弄他不跟小子一样似的。放心吧，现在只能这么办了。那你小心啊，别冲动。好嘞。前面那儿，队长，那我先走了。进。怎么回事啊？车怎么停了呀？哎，解放军同志，人有三急的嘛。实在是憋不住了，晚上跑车不习惯，快去快去！哎哎哎，好。妈妈，把衣服脱了。赶紧！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派的车马上到。别管车了，情况有变。什么任务？哎，我也去。老马，任务你还真不太适合。先上车，副队长会跟你解释一切。行，注意安全。哎，装备留下。骇客，骇客，放飞无人机。收到。点篝火。
别动，别动！萧郎呢？赵某，门神赵某，听说过。谢了啊。有种咱俩单恋啊？这点胆量都没有啊？叫什么萧郎？狼狗吧？冲你这句话，陪你玩玩。两下子，萧郎的门都进不去。目标在1公里外的路上。收到。准备。服吗？不服！喂，前面什么情况？哦，报告解放军同志，前面有火堆呢，会不会是你们敌人呀？你过去看看，万一他们要是……怕什么？我们在后边跟着呢。行了行了，我觉得不像。当时咱们出来的时候，向科长特意交代了贺天高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，怎么可能会在这儿点个篝火呢？不可能。他老老的，还是小心点吧，没准是什么障眼法。都给我提高警惕。来了。哎，前面有几个人呢，好像是矿工，还跟我招手呢。电话不要挂，问问他们什么人。可以，可以。是吧？先生，哎呀，终于有车来接我们了！哎，是啊，是啊，好了，好了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哎，你们都是干啥的？哦，俺们都是矿工。俺那个矿塌方了，很多工友都跑出来了，俺就跑出来回家去，还有很多在这点火等着呢。对。哦，前头点火都是你矿的人是吧？对，全是他们矿上的。哎，师傅，能不能帮帮忙？我们几个人想搭你的车去镇上坐火车，我们回家了，这活不能干了，干不能干了，不能干了。咋了？不想干了？肯定不想干了呀，没法干了呀。打听打听。哦，哎，我打听个事儿啊。啊。就是今天，也不是这两天吧，
看没看到部队上的车？部队上的车啊？啊。部队上的车。我哪看见了？俺睡了一天觉啊。我也没看见。你俺问谁去？啊。右车，右车，那，哎呀，那这个方向它不准。那是背，那是背。北边。北边。哦啊，北边是不是？二十多辆车嘞。朕就在拿了本嘞。我说这二十多辆车，它不往那个公路上开，它往那个山腰子开。你说这弄啥嘞？哦，就是北边山腰子口啊。对。哎，问一下那边离这儿多远呢？哎呀，十多里路嘞。哦。哎，师傅啊，能不能帮帮忙啊？我们想搭你的车走啊，你帮帮忙好不好？行了，师傅，你帮帮忙好不好？帮忙！哎呀，我们马上到，让他们等一下。哎，可以。哎，这样子，你看啊，我这车嘛，只能坐一个人，四个人坐不怕。我们后头还有两个车呢，马上就到，稍微等一下啊。啊，师傅，那个是你朋友是吧？对，可以坐的啊，没问题。哎呦，谢谢。走。谢谢啊，师傅。哎，几位老乡，我听我这兄弟说，你们今天看到部队的车了？那看见啊，那十几辆车哎，朝那个山腰子里开。你们这是干啥？哦，我们要买派。一会儿能够指上地点吗？嗯，我们要去车站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哎，那往里指路，你把俺们送到那个车站。行，那这样你们两个坐那个车，我们俩坐这个车，行吧？好，行，别下去了啊！好，咱俩一个车。行。你们是萧狼特战队的，哎，猜对了。在看家，现在可以向他们的指挥部发萧狼的假坐标了。他们留一个人在原地，就是为了信息争夺。从他们那儿应该能看到咱们这儿发生的一切，跟指挥部联系，只能从那儿发消息。哼，
你们是不会成功的。老马，走。怎么样？政府发来消息，搞定。我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门神现在正看着我们呢。你个混蛋！我当时真瞎了眼了，竟然会相信你！你呀，叫骂人吗？耶耶！哟哟，你们可真够狠的！不可能是肖郎。大家看这个方位。报告，有香囊的坐标了。是中转站发来的吗？是。快投下大饼。是。不对，这香囊怎么会点篝火呢？这消息确实是从中转站发来的。这应该是个圈套。依我看，这机动命令刚刚下达，肖郎还没回过味儿来呢，肯定想不到我们很快就会碰头。不着急，确认消息，确认消息。是。带过去，老头。我说你小子干得不错。没啥。你小子啊，坑都不吭声就走啊，太不像话了。那你这发型啊，适合你啊。行了，安全回来就行了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李副队长这一扮上，你别说那猛虎旅了，就是咱们走在大街上不仔细看，那也分不出来。很色。老队长，临走之前那点事儿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嗯？啥事儿啊？啊，啥事儿啊？哎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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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等，你们回来了。副队，我终于回来了，我都快想死你了。哎，赵猛这货呢？哎，我说你这小子，你上半句你能听，你下半句你就不着调啊你。你这哪是想副队长？你这满脑子全是赵门神。副长，我跟你说啊，下次回去好好教育教育。哎哎哎哎，看破不说破啊！赵猛很快就能归队了。好，行了，按原计划进行。是是是。看样子，你的消息白发了。这个架势，今天晚上非打不可。哎呀，我怎么知道柴副处长变得那么快啊？男人间的矛盾，是不是感觉理解不了啊？人家这叫战友，没有隔夜的仇。哎，华姐，你什么意思呀？看你把话说的，好像我们女兵就有多计较似的。不，其实啊，你变得也快。
怎么样？估计是演习行动，那几个人已经被绑了，而且什么？而且我看到了贺天高。你是说那几个人跟贺天高见过面了？是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见过你，你是那个建筑师，我们贺大队长的同学。你认识我？我在杂志上看过你。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干嘛？这是我的工程，虽然倒闭了，难道我就不能过来看看吗？你是军人，今天我们有任务，请你赶快撤离。我只是随便到处看看而已。等等，中了！你是那个逃犯，解放军同志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怎么可能是逃犯？别动！没有必要知道。
要怪，就怪你看到的太多。郑萌，郑萌。